响应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菲律宾台湾工商总会近期与菲律宾商工总会马卡蒂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将携手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包括定期互访、交换经贸资讯、指定联系窗口等，双方密切合作，期待共创双赢。We are renewing our marriage vows today. Through thick and thin, we will help support each other, its members, our businesses, our people and country till death do us part. 这两会的结合，配合台湾的南向政策以及我们贸协这两三年来在菲律宾的耕耘，我想说针对于各项产业绝对有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在回台采购以及台商到菲律宾来探路或者是寻找通路。菲律宾台商总会指出，菲律宾商工总会的分会遍及全菲各地，有利于台商在菲国进场布局。驻菲代表林松焕也相当肯定台菲两会签署合作的积极意义。有了这个备忘录之后，我们深信以后我们跟菲律宾的经济、投资、商务，甚至旅游，还有商界、企业界人士的相互的交往跟合作会更加的密切，新南向政策也会进一步带动更积极的成果。此外，菲国商工总会也与菲律宾以色列商会签署姐妹会备忘录，未来台湾渴望间接进入三方合作，相互加成，共创市场商机。